在长条湾。好，谢谢。嗨嗨哈喽，大家好，虎哥跟虎弟一路向南，现在已经到了最南边浮雪了。最南边就是我们的屏东，我们现在在屏东万丹，万丹这边有一个韩家军后援会。那今天到场的会是屏东这边参选立委的所有候选人都会到，那还有地方屏东的绅士也会到场。那我们一路向南哦，昨天从云林，今天到台南，下午到高雄，现在晚上了，我们到屏东。我们这个虎哥，这个汤科，那实现这个当初初选的承诺，全省浮选，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也接了这个中央助讲团的副团长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全台浮选之旅啊。那也会找空档跟韩市长合体，我们随时会直播，那也欢迎大家追踪啊。虎弟会随时跟大家预告我们下一个行程。那待会晚上我们会赶回台北，明天在中和国中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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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有时候有点吃醋呢。看到虎弟也要跟我加油一下，我都默默的在旁边看虎哥这样子，万人涌出的。屏东万丹这一场很大场哎，真的有两三千人以上哦。大家报告，我们星期五虎哥接了中央助选团的副团长之后，我们就马不停蹄向南，第一站到昨天到台南，不对，昨天到云林跟韩市长合体青年座谈。那今天到云林、台南、高雄，现在到了国境之南屏东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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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场除了虎哥周锡玮，还有两只动物啊。周锡玮、虎哥。这个一只小熊维尼，一只母牛。邀请我们李四川副市长一起到台前。李四川副市长也在啊。好。好，现在台前愈来愈多人吼，因为咱虎哥降临了吼，你家己非常非常的谦卑，伊讲伊是韩国瑜的兄弟啦吼，真正是从台北、台湾头到台湾尾，咱周锡玮周县长真正是无私的奉献啊！来，有请代表，来许明彦许代表，大家李建林李代表，都来伫咱的台面啊！啊，各位咱贵玻璃贵乡长，是咪来邀请来伫咱台前？我真的觉得中华民国好，现在就把握时间了。必须啊，来三清功德会，咱的秘书长，来罗茂松罗秘书长也邀请上台。每次看他飘扬的时候都很感动。哦，还有一个我们云南的最佳女主角啊，叫罗家克金建秀啊，来周家兴周委员也邀请到台前。好，那现在就把握时间。本来农委总干事，张志烈总干事，然后黄正常理事长。好，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现在国境之南，屏东万丹乡这边有一个来农志伟起来，庶民后援韩家军后援会。来永东的诸位，来陈金林。那屏东要参选的立委候选人都会到场，还有我们顶峰的角头，好，顶峰的有力人士都会到场。来，请，谢，小心。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李四川副市长，还有我们苏清泉院长、虎哥，都已经在上面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来中央委员，那呢钢铁侠，来张庆福中央委员。现在台前越来越自然，然后越来越热情，然后好，还有小心哦，小心。好，阿林玉仙，你家呢？阿林啊，阿林麦克风，刚好来。众所期待啊！来，代表团，咱的节目团长，咱的虎哥周锡玮，谢谢啦！我跟李四川啊，哈，我两个人，跟台定收尾人苏清泉嘛，徛在遮哈，代表韩国瑜、韩国瑜向大家拜托拜票，谢谢。四川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伊都是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伊替韩国瑜第一高雄市实在有够打拼，对不？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郭日山，韩国瑜因为他要跑澎湖，要跑彰化，要跑云林，要跑嘉义，所以他时间抽不出来，他特别派我跟李四川。出来到今天到这里来跟大家来拜托，我要跟各位说，我们就要选出一个庶民总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让那个搞怪闭缸闭塞软软马郎的民进党好了，打掉了，我们要真正的让人民来做讨厌，对不？今天今天这几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民进党所有的人啊，变本加厉，已经啊把韩国瑜啊青菜马前牛啊挂乌一点挂乌，啊，这边开始啊马人马个实在不习惯了。你看那个苏贞昌啊、苏金昌啊，你讲是谁？北朝枪啊！哦，你讲北朝枪的吼、哦？你讲的吼、哦？我来讲啊。所有这些人
一些愿意站出来正义的人骂他是魔鬼。没有看过一个政府的政治人物，尤其是行政院长啊，站在新北市选举苏查的傻傻盘票过去做品经一言一丢，有没有天理呀？啊，做一个院长没有风度，天天就骂韩国瑜，连骂支持韩国瑜的人，这就等于是骂我们所有的老百姓，对不对？啊，院长骂一个还不够，还要叫一个内政部长来骂，内政部长骂不够，还要叫他的网军来骂，还要叫他的媒体来骂。民进党只想到一件事，把韩国瑜骂臭骂黑以后，蔡英文就会当选。阿内高五科林，天底下没有这种偏凉啦。我到南部，我这几天吼在南部啦，足多乡亲甲我讲一件代志啦，伊讲伊在烦恼一件代志啦。以后啊，如果女儿要结婚，那个女婿是女的怎么办？儿子要娶抓新波，新波是谁的查波边啊？大家就昏倒了嘛，这就是民进党嘛。阿公尬派丁啊，有无？民进党一直在尬派丁啊。做北部有够烦恼的，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只有靠韩国瑜当选才能改过来，对不对？各位啊，你看看屏东所有的发展，所有的乡亲站在这里，屏东的发展坦白讲真的要努力去做，屏东的发展不是只靠一个高铁站就会做起来的啦。告诉各位，屏东真正要做就把交通建设做一个完整的规划，对不对？屏东要做就把农垦做起来，好不好？屏东要做就把观光做起来，好不好？我告诉各位，韩国瑜都有想到屏东，所有的规划他有想到屏东，甚至屏东将来是不是要有机场，国际机场都有想到。但是有许多人都在讲啊，韩国瑜啊，恭维碰碰啦，啊，青菜怎么供？我告诉各位，李四川在这里哦，大概有七三不？加油！他是中华民国最好的官员，对，最好的技术幕僚。最专业，对不对？李四川这些所有韩国瑜的交通规划、防淹水的计划、都市发展的计划，李四川都会帮着韩国瑜一起去，所有的规划都会想得到。我跟各位再说一句话，啊，民进党打刚马韩国瑜是草包，我告诉各位，蔡英文才叫草包，对不对？草包，你知影无？贾博士，八道都无物件，就知影骂人尔，这个才叫草包，对不对？我各位看一看台上所有的人，这么优秀的人，全部站在这里，我们哪一个像草包？每一个都很优秀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优秀的人，会出来挺一个草包吗？当然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会挺蔡英文，对不对？还要下架蔡英文，对不对？我们挺韩国瑜，对不对？他是人才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碰到民进党的蔡英文，我们就叫他草包，好不好？刚刚还有朋友跟我讲，哎呀，他那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那个学历是真的还是假呀？假的吗？啊，你有念一个博士学位，英国的学校这么严谨，你总有博士论文的正本吧？啊，都找不到呢，都吹罗嘞。啊，学校你讲无可能的，这款代志无可能的发生啦。你讲怕无去啊，更加无可能啦。所以话你讲啦，这就是讲别惨啦。如果今天做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还可以说谎。是不是我们顶民真正闹鬼，对不？我另外要再说，啊，民进党天天骂人，我请教各位，在万丹乡公所对面的集会场，除了骂人以外，
是不是很多肥猫，对不对？结果开钱对不？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一句话，碰到民进党的官员，碰到民进党的朋友，要请安问候，大家共享。讲大话。不要啦，你讲大话。啊，碰到蔡英文，问他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扩散啊。那的啦，较斯文的啦。你今仔日有讲白贼无？啊，碰到蔡英文，问他你今天有没有说谎啊？对不对？我再跟各位说。民进党现在开钱的开个五道里，弄了能开的怎样不？一个南向政策1000亿，一个8800亿，啊，所有的钱开下面哪里急？老百姓，老百姓也急，下面哪里急？我也急了，对不？啊，民进党在那边花的很过瘾啊，弄青菜暖暖开，我告诉各位，一花就是好几兆呢。不是好几千亿，好几兆。这个所有的预算，就让韩国瑜上去，让立法委员过半，我们都都敢拍掉，好不？民进党乱花的钱，我们打把它节省下来，让韩国瑜进去做总统，做一个最清廉有效率的总统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您家给我算两个礼物对不？都两个。这两位立法委员不要忘了，击败那两个牙都瞪来，牙都瞪来，牙齿啪啪，好不？好。韩国瑜动算对不？对。周家齐动算对不？对。叶秀山动算对不？对。海浪都中动算，一百分，一百分以后要做什么代志？来建设咱屏东对不？对。真正要开始建设地方了，我告诉各位，我们台湾到处去走。我跟李世川，我们真的是台湾到处去走，我们在政府做过官员，我们知道每一个地方的建设的程度。我跟各位讲，民进党对不起屏东县，对不对？对。建设太落后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各位，从今天开始翻盘。我跟苏清泉，我们也是屏东到处走，我也去了小琉球，我也去了小琉球。我告诉各位，真正好好做观光了。屏东最好的就是做观光。对。那屏东做观光，希望大家把所有的农业做起来，把交通做好，把淹水的问题解决，所有一切把教育做好，把文化观光做好，所有环保做好。我告诉各位，每一个政府的官员都应该有这样的决心。我告诉各位，韩国瑜有这样决心，对不对？我另外要讲的，韩国瑜最接地气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刚我能赶快呢？过去在清当的时间，我又想到台湾来用几条歌啦哈，里面有一段词，我今天早上有唱。韩国瑜过去17年用这段词，大概听起来就怎样？你听起都听我两个耳朵白，我的人生干哪到西？韩国瑜过去17年，从立法委员下去，沦落到民间，他的日子真正真正够晒外公。大家嘛看伊无，大家都看伊无，爱死到够辛苦。但是这辛苦的17年，让他了解到台湾最基层的人的辛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刚都赶快来掉吗？对。这样的人，他过的苦日子。刚才高赛恭喜赛，这样的人才懂得台湾基层老百姓的苦，所以他说莫忘世上苦人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做一个总统，有这样的经历，了解到老百姓的苦，他出来做总统，会跟以前一样关心到大家，他不会忘记他过的苦日子，跟我们的基层老百姓过的苦日子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苦民所苦啊，让那个苦上加苦的蔡英文让他下降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大家真正爱加油，就剩一摆一个机会尔，一摆一个机会尔，刷入去就无啊，就无啊。
国和平进动走楼梯，让国家的国安，中华民国没有了，经济没有了，小孩子的未来没有，那你来都不花了，存几百次的机会。所以一月十一号，总统投给谁？造市场帮我们的邱丰尧立法委员候选人在中和国中，那欢迎大家随时追踪，虎弟也会随时直播。
希伟加油！好啦，我们要赶高铁，土地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